当地时间23号下午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总理府举行仪式，欢迎李克强总理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。李克强总理和夫人陈红抵达总理府前广场时，纳吉布总理夫妇在下车处迎接。军乐队奏中马两国国歌。李克强检阅了马来西亚仪仗队。军乐队再次奏响中马两国国歌。